对面那个男孩正步步走来，让我怎么能够不期待？是心动啊，糟糕，眼神躲不掉，哪怕谁要我被关在属于你的囚笼，整个夏天就不再会感到寂寞，请别忘记救我。也不知为何伤口还没愈合，你就这样闯进我的心窝，是你让我感觉。他们就说我那个长相是比较狰狞的，但是我声音比较温柔，所以会反差萌。因为小时候我喜欢偶像是郑秀文，我喜欢他的歌，然后就跟着唱，久而久之就可能就习惯了那个音域是唱女生的，唱歌可能只是一个爱好吧，一个兴趣，跟我的工作是没有关系的，是一个普通的文职工作。从此都只要你配合，爱要精心来雕刻，我是米开朗基罗，用谁刻画最幸福的风格。